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传媒访问，宣布放宽防疫限制，已经接种新型肺炎疫苗或者持有阴性检测报告的外国旅客，6月9日起能够入境当地，包括到当地旅行。当局未公布执行细节，未知是否注射任何一款疫苗的人都可以入境，亦都未知入境之后是否要隔离检疫。参考较早前由欧盟提出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通行证方案，申请人接种的必须是获欧洲药品管理局认可疫苗，各个成员国可以决定是否给接种了其他疫苗的人入境。目前获欧盟认可的疫苗都是由欧美药厂研发，包括辉瑞、莫德纳、阿斯利康和强生，而法国未有自行采购其他疫苗。現在法國只是容許有陰性檢測證明的歐盟公民入境之後無需隔離，來自日本、英國等地人士就要隔離檢疫，來自其他地方的除非有緊急理由，否則禁止入境。當地下星期一起，中學恢復面對面授課。到5月中，戏院和博物馆等非必要商店和设施有限度重开，6月初起容许举行大型集会，但参与者必须出示健康证明。宵禁到6月底将会完全解除，但夜店就会维持关闭。马克龙说现在推行疫苗专设，有条件放宽措施，强调一旦疫情反弹就会刹停。不过在公布放宽措施同一日，法国发现了当地首宗印度变种病毒个案。世卫警告欧洲各国，若果太早放宽限制，可能会导致疫情反弹，造成印度感大规模感染。有线电视记者吴景怡报道。